喂，你好。对，我是。我决定好了，我还是想尽快的把房子卖出去。真的吗？好，那我现在就去找你。这位先生刚好就想在你们那片买房子，而且也是为了方便孩子上学。你的户型图我已经给这位先生已经看过了，他很喜欢。哎，说来也巧了，要不是之前你给我打电话，我正准备给您打电话呢。买家已经在合同上签字了，你只要一落笔，就马上给你打款。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？你好，您想赎档？嗯，这个您要是再晚来两天的话，就绝档了。嗯，请您稍等。谢谢。跟你的气质非常匹配。